哎呦，兄弟们，这个超级神猪酷不酷？超级神猪是可以打输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两本书是可以打的，这个叫津津有味，每盒和吞掉主人的一个包子，提升暴击几率和暴击伤害倍率啊。也就是说，刷这个任务的话，身上要揣满99个包子啊。啊，打的技能我们算一下啊，如果带的是打的是一个高连，打的是一个高臂，带的是一个偷袭套啊，没有夜战啊，这个宝宝必然少技能啊，这个防御恶心了，神佑也恶心了啊，嗯，叫津津有味啊，津津有味啊，742次必杀啊。啊，842次必杀，包子快吃没。